还有一位观众啊，带着满满的好奇问，请问我们普通人有朝一日可以坐上 AG600 水陆两栖大飞机吗？有机会，但千万不要在海上。你要说完全没机会吧，也不科学，因为它毕竟是救援飞机。但这个机会呢，我就希望您别碰上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对。